奇怪，我的目镜嘞？房间啊，同款的，这个碰椅，这舒适，会当活嘞，真正足好诶。我总算是上来了。要把我的身躯献给我，结果今仔日亲戚就把我的身躯献给我，小姑姑，多谢你。阿娘，这是小姑姑的房间。五年前，伊带阿嬷住入来。阿嬷，阿嬷，因为只有跟阿妈抱咧，我才有安全感。阿妈，我魂不了孙悟空，我永远都挂不着你啊！但好佳哉哦，在天空边有听到我的心声，伊让我倒倒来你的身躯边啊！阿妈，我。你都无变呢，那是这么水，啊，愈来愈少年。阿妈，我爱你。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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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这孙，你干嘛今个规面拢变水暖啦？嘿，啊，连你哭连你笑，无啊，今天你今仔真正足奇怪呢。啊，讲一堆，什么约会，什么的，今日我拢看袂着我，啊，什么搁当我先孤悲，我无食有听闻的。无啦，我着做恶梦嘛，我梦着吼，我互歹人带去，啊，甲你分开，永远拢看袂着你啊。我着惊嘛，啊，所以我一起床哦。就走来找你啊，阿妈，
我无想要家己有鬼呐。囡仔就是囡仔，阿妈变好可怜，跟你分开啦。我咪讲吼，迄梦境啊，甲现实往往拢是颠倒变的，所以你免惊，好，免惊免惊，志明，陪你搞这片，好。啊你，那家今妈入去上班，还搁挂目镜？对。我现在在电视台上班呢。哦，我想讲哦，我今仔日应该是在休困呐。你想讲，你应该是，不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你家己爱上班还是不爱上班？你家己不知影哦。哎呀，妈，安怎啦？啊，我就拄起床嘛，所以啊，骨在海边啦，骨在海边。我讲安尼啦，而且囡仔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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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含面嘛好啦，啊，阿妈吼也是较介意你安尼，遮尔啊细那个时阵，阿妈较惯势。今日是王一玲出噶，我爱你想办法去补救伊，打击，用你的专业。甲伊做过歹代志，阁放上一届，伊出来了后，会阁有任何机会？安尼，你唔来当报仇，我嘛欠你一届人情，安怎？是不是足会好诶？哪会有这段影片？是谁透露诶？知影这件代志，就敢若我甲吴莹莹啊，敢讲是吴莹莹做诶？即卖证据拢有啊。你阁有啥物话通好讲啊？阁敢讲你毋是结合恶势力，携带私人恩怨？你早著准备好啊！啊对，有伊雄雄走来找我，伊拢开嘴啊，我嘛无法度拒绝啦。敢真正是无法度拒绝？毋是找到新的靠山，会当继续欺负别人啊？我知影母家有一挂人哦，排斥我的存在。想袂到，你竟然甲因勾结，利用你手头媒体的力量，公器私用，想要甲我毁掉。五年前，你甲许世伟甲我当作眼中钉；五年后，你阁想要甲我赶尽杀绝，不爱和我活路通行。你心肝哪会这么毒啊？台长，媒体就参就是民意代表。我们是要发挥第四权，代替民众监督政府，伊嘛是民众获取资讯的重要来源。啊，不过恁电视台量无知，滥用职权，参照这款媒体人，我们是应该要开除，更加应该要严格追究伊的责任。是的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是我巴肠下我袂好想，我想到报应嘛是应该的，请恁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是的。台长，拜托啦，请你看在我对工课这么认真、这么打拼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？我保证，我以后袂再犯错误啊！台长啊，其实我今日过来，除了是替汪一林先生讨一个公道以外，同一个时间啊，我嘛是要向你回谢的。廖孟子过去嘛是我的学生啦。当初伊在学校的时阵啊，都是做足侪歹代志，所以这拢爱怪我，无好好甲管教，无好甲诱导倒来正道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所以啊，我嘛是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委员，你千万莫安尼讲，你即马是大人呢，伊本来就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责啊。廖孟子，你就做到今天为止。台长。拜托你，你袂当甲我开除啦！是吴莹莹逼我安尼做的，若无我袂当敢做出这款代志。啊，不过伫拄只影片内面看袂出来你是强变，包括你甲伊还佫有讲有笑啊。你之前摸人的咖啡厅做假的红台新闻，佮甲晴天关伫个摄影棚内底，敢讲这代志拢是别人逼你做的吗？我已经予你真侪摆的机会啊，你拢唔知影悔改，
一直做出违背媒体道德的代志，那是搁予你留伫个新闻界，只会诱加咱媒体人的水准尔。芳婷姐，我知影你对我这失望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就无想要离开新闻界。做主播是我一世人上大的梦想。好啊，你莫搁再讲啊啦，敢若是武山集团因为这次的事件抽走的广告，害咱电视台遭受重大的损失，我无叫你赔偿就真好啊。你马上把私人的物件款款也好，等下你就离开公司。廖蒙子这个白目，竟然敢出卖我，把我叫伊去报王一林的代志揭揭出来，害我去哄妈，到今嘛。阿公甲爸拢无来找我，甲骂转去，一口气我绝对要找伊讨回来。吴莹莹，你竟然搁敢来才找我，你是伤久无去交际哦？你唔会真正有我教的呢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想怎袂再打你啊？你真正是世界人无，放假赛有呢？唔，那我交代你的代志无办好，你搁咬我一嘴。你家改名叫做廖白才对啊！是你先乌起来，让我跳的。你明明就知影汪依林是你母家的子孙，搁扫去做炮灰，把你这个无爱祖父才讲出来，嘛是对我好尔啦。新年好！这个鸦片应该嘛是你弄的吼？你这个绿茶真正心机有够重的呢。不过你想要用这个东西来跟我威胁，就凭你想要跟我打，你还差这么远的啦。这个影片明明就是你录的，你还恶人先告状啊？我不清楚你这么无脑，叫人做坏事还自己录起来。你别再假了，这件事就只有咱两个人知道，不是我做的就一定是你做的。你搁把这个影片寄予电视台的高层，害我去予人洗头了，一声你满意啊哈？我拢还袂出手，你就予洗头了。啊，不过我搁无满意，我会通知所有电视台个媒体对你永不录用。我要予你知影，甲我吴英作对，袂有啥物好下场。你甲我懂诶？我即摆已经无工课通。嘛无法度叫你去校门，我啥物拢无，我嘛无差啦。你若是想要甲我逼到绝，我就托你做坏事。放手啦，你放下，放手，你是小杂毛，你给我放手！这廖蒙真的是专职直播主，直播应该不敢轻言羞吧？也人气哦，绝对比这气象主播更加管。高手晴天不敌，阿拉无就当清新忍受咱辛苦，安尼会更加爽快。你讲忍受辛苦，什么意思？我出家时阵，我就知影不敢人一定有动作。阿拉廖蒙之头前目标一定是晴天。所以我就请志翰啊，甲不甲人定掉的，甘是所有行踪，廖蒙之就交予晴天处理啊。结果伊人哦，果然聊甲准准准，吴盈盈私底下去找廖蒙之，就是要等伊人出来时阵哦，给伊一个下马威。所以晴天就趁机会甲密录器藏伫个休息室内面，甲因这两个假闺蜜小秘密哦，拢录起来。然后，阮就将影片传到电视台高层，还佫吴莹莹本人做纪念，才有今麦这么精彩妖精讨价讨光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是袂过你用这招人狗相佮来先发制人呢，有影遮厉害啊！